你个头啊，你太小，1000多块钱来回程，心疼不？不心疼，我来了我就不心疼。嗯，人家那个我老公说的，他说你还是不想去，些年他不告诉你，别告诉他吧，告诉他们干啥？我更想去，告诉他们，他们干事儿说。今天就是我女儿，说就是，妈呀，你犯不上啊！我说啥叫犯上犯不上啊？那我来一趟，我就心就寻思来。妈，人家你小弟给我订的，完了妈，我不是说心疼钱也干啥，我就觉得你累。不是，我没累，坐高铁还挺快呢，3个多小时就到了。昨天就到了。昨天晚上5点嘛下住一宿。住一宿啊，要不就还来这个一上午。你说一上午，你说你这个头发，你说裤衩的料也不能改成背心啊。所以说我都尽量的尽我所能，是吧？别让那从大东北的白来，咱们也换个心情，换个发型。今年是多大着？68呗，过年69了。哎呀，小70了。奔主多大岁数减呢？你看越年轻越好。你给我一个标准。你看，看你的水平。40岁。怎么样？这个应该叫大姨吧？这个大姨怎么样？怎么年轻怎么算？我老寻思，你要说这样式的头不好受，长点的好，要不就再省点再留。要不你也剪短了。我再偷偷的来一个，要不吃。剪了，剪了，咱们踏上旅程了啊！祝你旅途愉快，谢谢。说明咱们娘们有缘分呢。你今年个40多呗？嗯，差不多。嗯，以前都在视频上面看是吧？是，一样。这终于坐到这儿了。嗯，和视频一样一样。我感觉咱认识就是一场缘分，真是。嗯，我们家我跟你说啊，就我们理发店，我这块儿。只谈缘不谈钱。好，那好，就说你来的这块真是一种缘分，你好多人约不上就约到明年了。我说的儿子，我管干干了，我也不会那个什么，管能翻着我还不敢点哪一行的，我也不敢。他说的，我给你那个加上微信。嗯，那就妈你就尝试一下。妈，你的性子要不尝试不着，是不是你不得劲儿啊？那肯定让你尝试。嗯，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吗？还行，前天晚上没睡好觉。前天晚上，前天晚上老害怕睡过油啊，那早上起来晚。昨天晚上来这就放松了，也找着你地方了。嗯，假的耳朵太有主意啊！啊，能能硬啊！钢铁一般的意志啊，你这是。不，反正我是这辈子，我想干什么，嗯，我就想就干，谁说也不好使，也不好使。嗯。孩子也知道我性子了，就我妈这人说一句不二。嗯，我就和谁办事儿是这个事儿，知道赔了，但是话说出去我也就挺着就认了。我就是这样的事儿的一句话的人。嗯，要不那天，哎呀，我没买着那个车票嘛，完我就连号给你发微信，我说哎呀，李老师没买着车票，是怎么整的？我看看。后来我又转身，我又问那个上火车站了，问那个，我说的那我买沈阳的高铁，他说那有。有一个是得头一天过去，嗯，不是那头，我说我21号有事儿，那得头一天吧，就住一宿呗，花钱呗。我就愿意喝大众不一样，我就愿意特殊点，不愿意喝那个都平平常常，像他们，哎呀，都扎一个，完了脚那头也都是一个样的，我喜欢，就是喜欢挺个性点的，对对。啊，找我可都变化大了啊！人也个性，我也特性，也不是干啥。一上视频，他们要一看到就来说了，问咱，你还上那里整的呢？这是。天天发个视频，你看看儿子，你看儿子，你就去吧，你就去吧，都定完了，你别看的。个性人不？你说，看视频点赞不？点赞呢？哎，得点赞。李岩啊，人其实都一样心情，谁不愿意往年轻打扮？他有的就是好像钱上了，他接触的事儿了什么的，他没接触着什么，他有点儿不敢尝试，有的人你知道吗？对，他就是他有的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就吃东西也是，你看像咱们上那吃东西，有的人就在家做呀，在家做。我说你在家做，你想一想水呀，那做饭呢，东西不都是钱吗？你都记着吧。你不花有人给你花，嗯，儿女卖一瓶酒的顶你一个月生活费了，你说省着他干啥？
对呗？你让他记我一辈子。嗯，是是吧？算近一辈子，这么老远呢，奔着你来，那可不，还也没有人介绍，也没有亲的属，您这说就算是缘分，给你的勇气点赞。小花生一剪呢，可了不得，跟喜婆婆似的。喜婆婆耽误啥了？这别人问你都42了啊，哎呦，可了不得。自己感觉中呗，行，啊，好，挺好，满意不？满意，满意，是不是应该点俩赞？给你点俩赞。